纸飞机的折法，常在回忆陪我们长大。纸飞机，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复杂。王子骑白马，月亮不见。一个星期我们要吃几次的火锅啊？呢度我每个礼拜都嚟四次嘅，我差唔多可以嚟呢度入股噶咯。哇，还好这里的食材真的有很多不同给我选择，不然真的会吃到我变成汤。你是什么汤公主啊？嗯，我就变成汤佬。你知吗？点解我食火锅啊？你有你中意食嘅料，我有我中意食嘅料，咁。日日食都得咯，只不过系一个礼拜食四次啫，咁都唔得。唔怪之你嘅汤公主啦。我们来这里多久啊？6年啦。很快哦。嗯。你是说我们一直可以回来这里吃吗？我谂系因为汤嘅问题咯。因为它的汤头有12种。系啊。很少火锅店真的可以让你有12种汤来选做选择。嗯。还有一个特色是。最喜欢是等汤的时候有前菜，让我们吃先而不用饿着肚子。是啊，佢呢个炭烧肉真系好好食嘅，因为佢嘅肉类啊系叫猪颈肉。系。咁师傅系用咗佢嘅特制嘅汁嚟腌咗佢先，然后就放喺烤炉嗰度煮。现在新加坡人很会吃，以前只要是猪肉就可以，肥一点瘦一点都可以吃，拌。现在人不同了，他会选择最好的一部分，就是猪颈肉，这个地方你看，它的那个肥跟瘦是很均匀的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呢，口感很好，所以现在人吃东西真的已经有很有口味了，而家嘅人系食得少，但系一定要食得好，好似而家我哋咁啊，我讲真，前菜配酒真系好好食，这个麻辣鸡，是我们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前菜。你说什么？它好吃是因为这是很正宗的四川的厨师所做的。我跟他谈过，他尽量不要做的很辣。令到你们吃的时候只是吃到它的那个麻辣香味，而不是辣到你呛口，然后你不可以再吃下去。所以我们吃前菜的时候是这样，在等，同时可以慢慢的吃。前菜又不会饿。仲有饮啤酒呢？酒鬼，酒鬼一定要饮下啤酒噶嘛。因为佢嘅麻辣真系做得好地道嘅，全部佢嘅厨师都喺四川嚟嘅。所以他做的是正宗，或者我可以说地道的四川的麻辣。所以每一次一定要嗌。呢个系必定要食嘅嘢。一定要介绍。火锅嘅灵魂终于到啦！你知道我最中意饮汤，其实火锅煮得好唔好，最紧要系个汤。呢度我最中意饮嘅汤就系天麻芋头汤。喂，天麻，其实在很多大餐馆你才可以喝得到，因为它的处理方法很麻烦。天麻不是麻辣的，我一些朋友，我请他们去吃餐馆的时候点了这个汤，他会跟我讲，不要这么辣。天麻其实是一个名字，一个药材。它这个汤，它这个药材煮的时候会有点苦，有的人是用鲨鱼头，有的人是用鱼头，这里是用鱼头，它因为苦，当你用了鱼头来煲这个汤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放很多胡椒，这个放了这个胡椒又很辣，这里没有，他用了那个处理方法很厉害，我相信他是在最后的时间，他再把那个鱼头放进去，所以那个汤头很好，因为我好中意煮汤啊，其实鱼头汤系非常难煮嘅，最麻烦啦。所以我如果加鱼头，佢嘅好处系你会令到个汤甜，但系佢会有腥味。多数人用胡椒粉嚟辟嘛，但系如果用胡椒粉嚟辟，就将嗰啲鲜味全部辟走咗。呢度唔会，佢有一个甜味，系鱼嘅甜味，
同埋天麻嘅藥，但係天麻佢係帶苦，但係飲嘅時候一啲苦都冇。天麻為什麼我們會喜歡喝天麻湯？是有一個原因的，它這個藥材是幫助一些人，他有偏頭痛，或是不頭痛的情況下，他可以把它消除這個頭痛。嗯，人家所說的去那個頭風。頭風。所以这个天麻汤是很难处理的，不过在这里你是可以喝到，所以我觉得很难得。嗯，尤其是你看那个麻辣火锅，这个麻辣汤，嗯，他把那个麻辣材是分开，嗯，而不是放在一起。原因是有些人吃的时候不会吃的话，他一直这样搓搓搓，搓到把那包材料都已经散出来了。嗯，所以当你吃任何不管是鱼滑或是猪肉滑的时候，嗯，你也同时又会吃到这些料，嗯，会有点辣。这个没有，他把特制的一个火锅，嗯，做了成把材料跟汤分开，嗯，咁样你唔会食到嗰啲料嘛？咁当我刷刷刷刷肉嘅时候，唔会同埋嗰啲料一齐食到，因为嗰啲料系多数食到你都会大腹噶，肯定嘅。所以佢哋真系好用心，特别去做一个特别嘅锅嚟处理呢个麻辣嘅汤底。所以我才来到这里吃了六年，还是会回来。我一直都想入股喺呢度，不过事头一直都冇睬我。想太多啦，这个想。孩子们玩耍，双脚全是沙，小小望我想起童年暑假那。教我这飞起的他好吗？其实你们看到我点这样多菜，两个人是吃不完的。嗯，只是想趁这个时候介绍，这个餐馆有这么多，其实我只讲一个小部分，只是叫一些很有特色的，让大家了解或是知道怎么样吃法。嗯，最有特色应该是这个手工的，鱼滑。嗯，这个是四宝丸。入面有鲮鱼球啦，仲有虾丸啦，仲有猪肉丸，同埋墨鱼丸，佢用四种丸嚟打嘅。这个是墨鱼滑，嗯，这个是虾肉馅，嗯，很多人有问我，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分别？是有分别的，这个它的打的那个时间是比较长，嗯，所以你吃的口感跟这个口感是肯定不同的。嗯，这个不是说打的少，只是它要有一个区别，在手工它的口感不同，所以这个比较。多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叫四宝。嗯，因为这个比较弹性一点。对，能这个就比较少一点，不过它的口感还是很好。我没有骗你，你们试一试，你们觉得这个很有特色，它的那个口感也好，它的肉的味道也好，有原因的。我有跟厨师谈过，还是这个虾肉滑，当他剥了那个壳之后，20kg 的一个虾肉，嗯，他一定要把它的水榨干，他才可以开始剥。然后放冷水啊，放盐啊，那个步骤很复杂。嗯，单单要把它做干的那个虾肉，那个工作的那个程序是很辛苦。我们吃的时候是很容易，做的时候是很复杂。所以这个就是特色。如果餐馆，尤其是火锅，它没有这些特色，你是不能撑住或这么久，或是不能保留顾客的那个对回来的那个心。因为他厨师哦，每一个都很达志。因为一直要把那个虾肉榨干，真的是很啊！你们可以试一试，不会后悔。因为我试过，我有信心我才介绍给你。其实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四宝丸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有弹性多一点的，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是滑一点，可能有些人喜欢吃滑一点，但我是喜欢有吃弹性的，所以四宝丸是我最爱。试一下先。好。这间餐馆叫炭鱼头。嗯，所以他们的鱼头他们真的是很新鲜。我们讲新鲜是因为它不是雪藏的，它是从马来西亚直接运过来，那天你就可以吃的。嗯，吃鱼头我每次教人家，如果你把鱼头放进去，我想知道新鲜不新鲜。嗯，好像我们的吃法是还没有放进去，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新鲜不新鲜。嗯，吃鱼头最好吃的部分就是它的眼睛这一部分这一块，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是最好的。我真的还好了，我不是很懂吃，我很怕那只眼。可以吃掉就没事了。最重要是它的那个胶原蛋白，你看我的皮肤有差别的，真的很大差别。不过上次你介绍我吃那个鱼唇，
我是觉得很滑啦，但是你叫我吃个鱼眼我真的不得啊。心理作用，真正吃鱼不应该是吃那个鱼肉。嗯，我叫了整条鱼只吃鱼头，因为它的胶原蛋白也好啊，还有它的那个新鲜，嗯，都是在那个头那边。嗯，所以你相信我，来探鱼头如一定要试一试它的那个鱼头。 OK，食麻辣鍋最重要是它的肉類，這裡的肉類牛肉類有很多種的，最少有六種，有 Australia、美國和日本，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部分。我不吃牛肉了，我比較喜歡吃豬肉，每次人家切的時候要就是很薄就是很小塊，你看這個才是真正的吃法。嗯，你看它的三層肉肥瘦均勻，這樣你才可以吃到那口感。如果你給我這麼小塊，我宁愿不吃呀。不过呢个真系好大块哦，咁样食个落去嘅时候个口感哦，嗯，流口水诶。这是另一道很有特色的菜式，嗯，四色蔬菜面。嗯，因为佢有四种唔同嘅菜嚟做呢个面嘅，呢一个系菠菜，这个是用番茄做的面。嗯，呢个系萝卜，这个是紫菜来做的面。现在我们现代人吃东西都是追求健康的，说是很健康的，全部都是用蔬菜做。嗯，口感很不同，四种都不同。嗯，味道不用讲肯定是不同，很有特色，你在别处我看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面。嗯，它不能饱，你只可以吃到不同的蔬菜，健康的一种面食。嗯，因为它这个面再配上它的汤一流，尽量不要放在麻辣了，我就觉得不怎么适合。嗯，放在那些清汤会很好吃。嗯，因为它的面已经很有那个菜的菜味嘛，如果将它放在麻辣有时会撇了它的味，所以我们建议是放在清汤那边。我每次吃完火锅我都留一个份的胃来吃这个野菜煎饼。再讲一次，野菜煎饼。华野野菜煎饼，诶，很好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对，好吃，很地道。嗯，在中国我吃过，跟中国吃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。嗯，那个很考试在它的那个煎的那个方法。嗯，再讲一次，野菜煎饼。可以哦，可以可以。Of course，不过普通的是用葱，这里是用野菜比较特别一点，好吃。是飞机的折法，藏在回忆里，我们长大，纸飞机快飞吧。